第十二维度创世者讯息。你所有的真实力量在哪里？我们在这里支持你们。我们是创世者。我们是第十二维度的非物质存有的集体。我们在此提供帮助。我们真的非常爱你们。我们鼓励你们像我们爱你们一样爱自己。你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就是随时感受我们提供给你们的爱。如果你们更愿意感受来自大天使、扬声大师、地外团体、你们的高我或你们的超灵的爱，就这么做吧。当然，你们一直都可以感受源头之爱。在感受这种爱的过程中，你们会知道你们不仅是可爱的，而且你们与这种爱是一致的。爱之所以感觉如此美好，是因为你们就是爱。如果事实上你们就是爱，那么爱自己一定很容易。可是，为什么爱自己却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呢？问得好。我们想让你们知道，你们一开始都是爱自己的，只是因为其他人不再爱自己，你们才开始不像刚出生时那样全然的、彻底的爱自己。因此，这不是你们的错，从来不是你们的错，更不意味着你们做错了什么。事实上，你们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生存在这个有时会明显缺乏爱的环境中。而通过你们感受到的爱，你们将被引导回归真正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喜欢的人，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等等等等，对你们来说如此重要。你们不需要将自己与他人做比较，也不需要将自己的所爱与他人的所爱做比较。因此，你们不需要说服别人去爱你们所爱的东西，从而说服自己，你们所爱的东西实际上是值得被爱的。这是另一个你们可能被绊倒的地方。如果别人开始以负面的方式贬低或评判你们所爱的东西，你们就会质疑自己所关注的东西是否值得爱，这可能会让你们感到迷茫。同样，这也不是你们的错。一旦你们认识到你们是可爱的，你们爱自己所爱的事物和自己所爱的人是完全妥当的，那么你们就可以让其他人管好他们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你们可以对他们说的话不以为然。你们不必让别人说的话影响你们，使你们偏离自己的轨道。当你们置身于爱的境地，你们就与源头保持一致。当你们与源头保持一致，你们就能做任何事，你们就能实现任何事，你们就能成为任何事物，你们就能认识到，正如你们真实所知的那样，你们是无所不能的存有。步入爱中，就像进入一个温水浴中那样，沉浸于其中，尽情享受，珍惜感受爱的机会。如果你们在感受爱的过程中遇到困难，那就去寻找一些更容易获得的东西，比如平静，比如满足。要知道，你们的指导灵和你们的高我正在为你们带来更多的东西让你们去爱。你们不必经历一次长途跋涉的朝圣才能找到些什么来激发你们内心的爱的感觉。放松并相信，我们都在被引导回到源头之家，那是爱的源头，那就是爱。当你们实践这些简单的步骤时，你们会发现自己已经掌握了地球上的生活。当有什么事物让你们偏离了你们所示的爱时，你们要知道，让自己重新回到爱的状态的能力始终与你们同在，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物能夺走你们的这种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力量，也是每个人真正追求的力量，无论他们知道与否。
我们是创世者，我们非常爱你们。